上播，Hello， 大家，今天这一支影片呢是关于洪亮的生日的 vlog。那么今天对我来说意义是比较不一样的，我从来就没有帮他庆祝过生日，因为我们是远距离的情侣，在不同的国家留学。他去年尾呢终于从台湾回来了，所以我就有机会帮他庆祝。今天的生日 vlog 呢是我要给他 supply 我的家人们，我哥哥、书生、弟弟还有佩珊会来我家埋伏。他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啊，你们都有帮我庆祝，很感动。但呢我会跟他说，你的生日好像没有人要帮你庆祝了，因为大家好像都忘记了，好像也没有帮你订到蛋糕。我相信他的心情应该是很到，不知道呢他看到我们给他这个惊喜他会有什么感受的呢？非常非常的期待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帮他庆祝生日。今天就简单的庆祝一下生日，因为我们就只有我们二人世界，简单拍个 vlog 然后分享给你们。现在就会有什么惊喜呢？并没有惊喜，觉得很对不起洪亮，是因为朋友们他们其实现在都有工作，然后我哥哥弟是没有空，然后所以他会很伤心，所以为了让他开心一点，小小的在家里想要等一下给他庆祝一个仪式感这样的东西，反正就小小买个蛋糕，我们二人世界庆祝就好了。买礼物，蛋糕可以安排，可是今天就只有我们两人，对，所以等一下呢他就出门一下了，等一下我们回来就拍给你们看我们的烛光晚餐，二人世界。烛光晚餐。啊，我姐姐男朋友，然后呢，我要蒙上他的眼，然后带他去一些很特别的地方。我姐姐先给我看，你看洪亮，哇，他很帅哦，自以为去玩 ，It's a prank。嗨，哇，洪亮，我对不起你，你的蛋糕，旁边左右有弄到一点点啊。其实我们的故事就很简单，就是在。诱导他进来。啊，只要看着左边，往前走一步，往左边走一步，不要挡住镜头，手还不，直走一步。你第一个礼物。走，两步，三步，不要踩到狗啊。四步，五步。六步 ，OK， 现在拿掉奶罩，那不是眼，不是眼罩啊，眼奶罩，拿掉衣服不了，不要拿眼罩，不要拿眼罩，不要拿眼罩。一步，两步，来，镜头就位了吗？来来来，全部啊 ，OK， 全部啊 ，three， two， 哇！跑了50分钟给人家 blow 一次，然后我拿回来蛋糕。蜡烛谁买的？唐勇跟书生。耶、yeah, ！一个愿望，一个愿望。我是来听大家赚大钱的，大家赚大钱。耶、yeah, ！一个愿望，长乐赚大钱。耶、yeah, ！大家月费越来越多。哦、oh, oh, ，全部都是钱，妈的！说开口都是钱。那你帮他们洗。蛋糕是我自己的吗？我的钱都给他们。耶、yeah, ！洗完吹蜡烛，你们俩兄弟吹蜡烛是不？可以啦，给他吹，来给他吹。什么时候开一路线？可以，这个好吃。这边我选好了，最近脸需要补水吧？你们这边卖比较高级的品牌吗？For beautiful hair 嘞 ，Danny 需要。谁呀？哎，不知道为什么送你这样贵的表。我的哪位去？
其实是半成功啦，因为中间给红亮看到了，虽然这个设计他没有看到。来，采访一下你，你有什么感觉吗？这是我的那么多年来第一个派对，第一个小派对。可是我们的礼物还没有收到，你有什么感觉？觉得你们的礼物会慢慢的来，在路途中希望中间的这个设计吗？等一下可以还我钱吗？这个可以沿用到下个月。所以耶，今天的 vlog 成功，然后就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影片，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订阅我，按按按，拜拜。